不是你了！哎，什么都不开始啊？等一反开始这么累啊？我忘不了有断线，改名，生气了，各位，我要改名了，各位大大，改名字，各位取起来，改名 ，YouTube 说月，哎呦，好像可以哦，这样如何？欸，好啊，蛮多的欸。要底线哦，不能打底线吧？不行啊！好，来，变更成功，我又换名字了。来，这时候我就要安静的开着台湾叉来跟大家玩。一进去就被踢。怎么样？开着台湾的朔月来了，爬分哦，好啊，打爬分。你看，每次改完名都没有人认出我，真爽。你变成伺服器连线中断，是啥鬼？改完名字也断，哥什么知道？你看这个家伙超故意的，玩那么大他就硬要撞我这只宝驴。哇，要不要输入？哇，这两个好烦啊，不让我去追前面。而且还一个是我队友。哪一个是你队友？刚那个没有卡，好像有机会。我刚那个左托标抽超快嘞，那个左托标超快速拖过去的。哎，我这个我发现我的宝林有一个是团体加速度哎，我是不是改错啊？哎呦！哦，你还没有冲到你就死了。
哦，你都没有那个加速的感觉。玩精灵哦，也是可以啦。五天过着养肝的生活，很容易就习惯了，好也是一个对抗很强的车啊！哇，不然太轻。啊，是不是不应该换了？大凯，怎么大家都毛笔啊？居然都大凯啊！两个月拖的速度这么快啊！好了。感觉也是很奇怪，太久没开了。哇！毛笔弹不起来，是吸地嘞。左下左边好了，就是这里了。哼，新路线。
好啦好啦，还要再跑吗？